请收看《维新世界艺术大道》。五百多欢迎十方有缘善信贤士同修收看艺术大道五百罗汉故台湾混元禅师亲笔挥毫特辑，一同欣赏混元禅师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宗主开示，每幅墨宝都是代表每位罗汉尊者独一无二的拳法与修行成就心法，也代表含藏于内在深处之龙心龙性。我们维新圣教在闰年年，在台湾世界最不平静的时空里，我们除了在天坛、深坛恭送诸经来为全民祈福，啊，我们也在五月五正气开，啊，恭请地球五百月五百尊者如来光降，台湾万仙万佛故台湾的法会，在一个月前，啊，五百罗汉尊者也很高兴地说，我们很愿意来故台湾，因为台湾 的人民是最善良也最有修行，但是我要送什么礼物给他们带回去呢？我想了好久，啊，老祖开示，啊，要以墨宝，啊，写出五百罗汉龙性和拳法的墨宝，啊，交旨送他们，啊，就很高兴了。所以我前天就开始在弥陀讲堂，阿弥陀佛、诸佛菩萨、啊，龙天护法座前，啊，在这里生苦与供养挥毫。宗主混元禅师不论在总本山仙佛寺弥陀讲堂，亦或是台中道场云梦轩书写墨宝，整个空间有如清净无染的法仪坛城，供养特别的法宝，并布满檀香，恭迎尊者光降。挥毫完成之后，即向弟子们开示，每位尊者有文武类别之分，并拥有不同的修行场域。师父有时会特别开示五百罗汉尊者的修行特点或成道背景，同时节目中也与您分享，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的六十四卦卦名，
找到指定尊者，让我们继续欣赏。喜见尊尊者，宗主开示，喜见尊尊者是五尊者，在日本福冈修行成就，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封地观与水地比两卦之间的位置，继续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喜见尊尊者。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雅致静谧，五百位尊者环绕阿弥陀佛端坐园中，一步一步走在巨型罗盘八八六十四卦之间，静观每位尊者其独特姿态神情，各自所持不同法器，无比庄严。宗主开示，五百罗汉尊者是阿弥陀佛的五百位弟子，在向世人显现世间众生相。当我们举目凝望尊者，似乎能感受到他也正专注聆听我们的心声，在启示指引护佑众生。韦兰王尊者，宗主开示，韦兰王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尼泊尔，他武功高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坤为地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韦兰王尊者。仙佛
维新圣教一本重要的法宝丛书《禅净书道集》，收录师父早年书写的53如来默宝，这些作品曾于台北国父纪念馆盛大展出。师父现场挥毫的多幅默宝，因天降甘露，每一幅又各自产生独一无二的晕染墨韵，犹如上天安排，天上人间共同完成殊胜非凡的巧妙之作。在《禅净书道集五十三如来默宝混元禅师自序》一文中，清晰描述龙形如意默宝的背景渊源，让我们对于师父所启示的精神内涵、龙心与龙性有深刻的了解与体悟。自民国71年学佛行道以来，结缘信众弟子约以27万人次之多，每每在与众人面对面、心对心的不同场合与状态之下，从心眼里看善信弟子的心中，若隐若现间有龙形浮现，龙之脊背上又有佛菩萨大如来的法相晶影，实在不可思议。民国83年秋季开始，特别喜好书写艺术形态之如意字体，在书写时与眼前、心中任何环境场合均浮现龙形之字体于大虚空之中，而且它是活跃的、有生命的，能翻云腾雾、遍行虚空，奥妙无可言喻。提婆常尊者，宗主开示提婆常尊者为五尊者。这位尊者老菩萨胡须很长，在仙佛寺500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地雷覆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提婆常尊者。宗主混元禅师于2022年以身口意供养，以宗教艺术两者相融，呈现500尊者上圣心法拳法，希望每位有缘人外在以尊者拳法练身，内在体悟心法修心。多年以来，禅机山维新圣教总本山仙佛寺谨遵宗主开示，提供求子妙法，让信众同修依循祈福程序，在500罗汉如来园一一向500罗汉尊者祈求心愿，求子顺利，家庭圆满。阿弥陀佛。
成大力尊者，宗主开示成大力尊者是五尊者，修行地在湖南太行山。这位尊者曾是战争后的逃兵，因见战争残忍，决意放下一切跑到山上修行。当我们进入禅机山仙佛寺，漫步到五百罗汉如来园，在罗盘中雷则归妹与火则魁两卦之间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看见成大力尊者。每一幅墨宝都拥有不同形态，无法预知的飞墨表现。五百位罗汉尊者如来视线五百种姿态样貌，主笔画与每一道飞耀的黑墨造就 XYZ 构成的立体空间，作品流露程度不一的景深，五百道龙形如意的流线暗藏自大宇宙穿越而来的禅机智慧。师父曾这么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2022年岁次壬寅，正值80高龄的师父行道弘道已超越40个年头。一知行者混元禅师谨遵教主王禅老祖圣事，于国历7月30日开始依循维新圣教祈求世界和平，奉请五百尊者加持共转和平法轮祭文。这本经典中五百罗汉尊者之圣名，手持六经众大毛笔，静心持咒，恭迎尊者光降，天人合一。书写艺术形态之龙形如意字体，混元禅师一笔挥洒五百尊者拳法，完成于2秒钟的瞬间。这一系列的作品，师父皆以80老翁混元禅师为名落款，历时整整3个月，在国历10月29日圆满完成。以至为谦和前进的心，将作品供养天地，祈愿冥阳两界与地球世界安定和谐。细数墨宝每一笔线条，2秒瞬间能变化多样笔触，将尊者修行成就之心法与拳法深藏其中。宗主开示，每一道飞墨都代表一个法，今日传承于世，分享给有缘众生，以智慧去领悟。回顾宗主首次书写龙形如意墨宝，是在民国83年10月，53如来等大字墨宝，在一天的时间里完成共计108幅作品。2022年，混元禅师再度提笔挥毫五百罗汉尊者龙形如意墨宝，笔力雄浑苍劲，时而婉转流畅，显露修行者无比意志与决心，坚不可摧的金刚心，为冥阳两界众生，为地球世界的和平，无私无我，慈悲奉献。师父以自身展现教主至圣王禅老祖的智慧柔性，并总以广大无边的包容引导维新弟子们实修精进。
法守尊者。宗主开示，法守尊者是闻尊者，修行地在青康藏高原，虽然是闻尊者，但是力道很强。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火泽葵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法守尊者。每一道飞墨，无论是展现笔直流畅、空间均匀的线条，充满着现代感与立体感，黑白之间平面与立体的视觉转换，没有任何的停滞，即使刻意要做也难以做出这样的效果，一气呵成，一笔造就。墨宝中浑然天成的飞墨，五百幅毫无重复，各拥各的巧妙。苏频陀尊者，宗主开示，苏频陀尊者是五尊者，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山修行。师父提到，这位尊者专职为大众保平安。在仙佛寺五百罗汉如来园，我们可以经由罗盘中烽火佳人卦的位置，向上坡直线延伸，就能找到苏频陀尊者。龙的飞舞是无形无相的，活跃在人们的心中。龙是生命至尊的表征，更是代表人性生命尊贵与庄严。龙在中华文化中是帝王尊贵的崇敬法相。其实帝王之龙袍所象征的真正禅意，并非帝王自称为龙，而是天地万法借机示现教化众生，自信心中皆有平等的龙心龙性。五百罗汉墨宝现正于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一楼展出，会馆开放展出时间每周二至周日上午九点钟到下午五点钟，欢迎闲事同修善信大德
来到维新圣教学院混元文化会馆，欣赏师父传承五百罗汉尊者的心法拳法。维新电视艺术大道，感谢您的收看，我们诚敬祈愿仰仗至圣王禅老祖天威，消灾化劫，解冤释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台海两岸和谐，世界地球村，天下一家亲。